不是这边啊。还需要伪装栏，伪装栅栏吗？伪装栅栏那个伪装栏。做剪子是吧？剪子，对对对，剪子。空罐就在那儿。红色钥匙卡，红色钥匙卡现在能做吗？好的，能做吗？搞模是吧？能做。我有。哎，刚才那个钥匙在几号警方身上来着？它是红色门卡，不是红色钥匙。这是门卡呀。钥匙门卡都在他身上吗？这要门卡吗？不行，我打一个警官看一下。门卡跟钥匙都要。点名了，我点过了啊。绿色，它是绿色。有个打火机。警服包发了。别，我操！我被打晕了。我身上有根警棍，拿一下。我身上有根警棍，我晕了。在哪儿？我已经被抬走了。你就从我旁边走的，你也不看一下。你妈，你是大雨啊！三过家不进家门呢。我操！就在旁边。换个好看点的头发，你的头发看不清，搞个面具戴着。这黄毛看不清啊！我也是黄毛啊，看不清啊。红卡在16号警官身上，不是红卡，是红色钥匙。钥匙哦，红卡也要。我已经看到了。你带材料，然后我把它打晕，然后你复制。带了吗？材料带了吗？你先复制门卡，你能复制吧？他来了啊！他来了，带到你牢房。来了，我打他，你别打。复制。呀，我操！我被敲晕了，我操！打我干嘛？他在打你？什么？我打你干嘛？是警察！哎，你门卡！哎，你门卡！我靠！你被打晕了？对啊，我刚去摸他，他过来打我了。你东西被没收了吗？没事，我还有。封锁了，我得准备先装备靴子，没有靴子。
他不会翻我的柜子吧？这还有警犬、啊、还好没翻我柜子。你赶紧回牢房，赶紧回啊！回来没？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安全，安全。我再把他引过来啊！我再把他引过来。哎，这小臂躲哪了？这小臂。躲得很深呐、啊。这游戏叫越狱，越狱，想办法，想尽一切办法越狱。我们是外星人，这个监狱是17区，17区。我找不到那个警察、啊，来警犬了，随便拉几个警察过来吧。等一下啊。一个都没有。你楼上有警察吗？没有。这红色门槛好像可以直接出去啊，直接出去去监狱外面啊。红色门槛，从这边去监狱外面。这有个7号，7号跟8号。哎，其实我们可以做两个红色的钥匙卡，做两把红色的钥匙，然后一到天黑，然后你关个电源，然后呢直接捡这个电缆，就直接跑掉了，很简单。没有狙。天黑啊，天黑的话，我们可以从这样呢，看到没有？我们这边有个通风管道，看到没有？每个牢房都有通风管道。直接打开这个通风管道，从这个通风管道然后再出去，出去之后然后穿一个警服，带一个警棍，然后带一把钥匙，你走地下一楼然后去关掉电源，我走这个牢房一层，牢房一层直接去准备解门，这样也行啊，不知道行不行啊。外面还有围墙，不行是吗？外面还有围墙，我操！那就坐飞碟吧。坐飞碟的话，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空罐。为什么要找空罐呢？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要找空罐。我先关电源。来这边关了电源之后，用剪刀剪这个飞碟。剪这里，啊，这里没人来。从这边剪。你有搓刀胶带吗？你有吗？没有。我好像有，我看下去。墙挖不动啊，墙挖不动，铁墙挖不动。我需要搓刀啊，需要搓刀，就可以做剪刀了。剪刀点剪这个飞碟的这个栅栏。剪刀我有一个。你有剪刀了吗？我用剪刀，没升级的。给我，我来升。我点名。先去淋浴，淋浴然后给我。啊，不做铁丝网，做铁丝网有什么用啊？
直接剪。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来我这，来我这，把那个剪刀给我，剪刀给我。我点名了，要点名睡觉了，点名睡觉吧，第二天过去剪。点名点名睡觉。对的，监狱每天晚上9点就要睡觉，早上四点起来，4点起床，9点睡觉，这你妈谁受得了？谁不希望睡个懒觉？把警察带到门口，然后附近击杀，拿门卡，开一个拿空罐。可以吗？哎，我先剪开再修啊，一样的呀。有什么区别吗？不需要伪装，别人看不到的，伪装什么呀？不需要伪装，我直接拿剪刀过去剪。点名点名，我直接拿过去，直接拿过去。你关下电源，来来来，关下电源，快，好的，右下角。去吗？你关电源，不关电源我怎么剪啊？有电网。主要这有几个人呢？这边关门，关呢？好了，好，我来剪。右侧。那没看到呢，挺好。剪不了了，剪不了了，不能剪了，没耐久了，再剪就爆掉了。剪刀，再找个锉刀去，再找个锉刀升级一下。你去淋浴，你去淋浴，打卡打卡。你打卡了吗？打好了。你搜你的楼层，我搜我楼层，搜一搜。工作时间。高电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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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锉刀？有没有锉刀？锉刀，没得，怎么就没锉刀呢？有胶带。我东西满了，你看我能不能，你帮我拿一点，我丢你牢房啊。我隐藏隔间也满了，不用放隐藏隔间，直接放工作台里面，只要他不查房就没事，只要不查房就没事。能量模块现在已经可以做了，我有两个电池留了，电池加了一个纸，可以做这个能量模块。累啊！我发现我们没有那个，锉刀没有啊。没有锉刀，电池，
好，现在快12点了，大家可以点，大家可以这个清一波这个包里的虎粮啊，好，清一波包里的虎粮，过了十二点虎粮就没有了。其他地方我看能不能捞到点东西。这个塑料擦牙膏、芯片、围巾袋。发现损坏，他们不会发现了吧？我来看一下。空白通行证是干啥的呀？没发现呢，那可能只是马桶。什么通行证？空白的通行证。不知道啊。为什么虎粮过十二点还是有？每过十二点刷新，就比如说你每天领十个虎粮，每天十二点都是十个虎粮，知道了吧？就今天的不清空，明天就没了，过了十二点就没了。我操！有人发现我剪刀剪的东西了。哎呀，这下是真修复了。真的修复了，我们要一次性就是剪掉之后，然后一次性把太空船，把那个 UFO 给它修好，要一次性，一气呵成。修好 UFO 需要什么材料啊？能量模组，还有看能量模组，能量模组。能量模组空罐，空罐，或者假的电，假的栅栏，仿制篱笆，对吧？三根电线，三根电线，三根电线可以仿制的。我操，真的要做仿制啊！但电线这个材料好像有点缺，上面有五个，你五个是吧？嗯，等我可以做仿制的，五个。这个能量模块做吗？能量模块我做了。还要做一个空罐。就是空罐头，空罐头需要剪一个空罐头，在左边那个登月机需要做一个红色门卡，你把红色门卡能搞出来吗？红色门卡，门卡是吧？对。好，我去搞一个。红色门卡我们需要拿一个空罐，空罐能量模组，还差什么材料 ？UFO。UFO 还差什么材料来着？天线接收器，这无线电接收器我已经有了，无线电接收器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无线接收器，对对对，我有了。那我们就差个空罐，我们就可以飞了。这因为太简单了，还差一把这个，差一个锉刀。那早餐时间。还有电路板我也有。红色门卡，阿丹，宝宝在哪儿呢？我引哥过来。
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红色门槛啊？两个人啊，一人打一个吧。哎，我被打晕了，加油加油！看一下，哦，这个是红的，十号顶门是红的。快点，你快点，你快点！我又来个警察啊，小心点啊！快复制，快复制，复制了吗？复制了没有？你搞好没？我操，暴走了！那你复制了没？哇！你复制了没？我复制了，复制了！我操，没扔出来，被打晕了。你没扔出来，被打晕了。我开工具台卡了。哎呀，没事，我再打，我再这个打他。那几个，那两个警官身上全是红的。哎，我被狗咬晕了。来吧，病房欢迎你。我被关禁闭了呀！我被关禁闭了。你怎么又去小土豆了？我没有，我在医务室。哇，你还没搞定吗？你快点，你快点啊！就差你了。他刚要一个人的话，我就搞定了。凡哥呀，会儿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再来一波，回点体力。这狗给我一顿咬啊！这狗，这他妈要那么多材料，我居然越给越要那么多材料！他他妈把我关在里面。溜了溜了，啊，现在十二点多了啊，这个你们可以清一波虎粮啊，现在每个人都有虎粮了，可以清一波。哎，红钥匙，红钥匙在十三号，十三号是吧？完了，瞎鸡巴搞，老子你把工作台全部没收，我全部没收。我收了那么多东西全部没收，我操，把我搞懵了一下。我操，全没收啊。啊，那好吧，那明天再约吧。哎呀，明天再继续越狱吧。明天除了越狱还会玩一款死神来了啊，玩一款死神来了那个游戏啊，明天我们再玩啊。想明天接着看这个可以点一下右上角订阅，每天5到6款游戏，恐怖色情残暴一直 Q 版剧情，所有的游戏都会这个播出，然后每天5到6款啊，或许你不喜欢这款，或许你会喜欢下一款呢，对吧？那明天继续，不点订阅的话以后可能找不到主播了，对吧？主播又是个小主播啊，谢谢大家订阅啊，然后大家早大家也早点休息啊，然后你们也清清虎粮吧，咱们这个明天见吧，啊，明天见啊，拜拜，晚安大家，晚安。